本科入學資訊日2023在10月21日順利舉辦。我們當日除了向同學介紹 InnoPort 為中大師生校友提供創業指導服務外，亦訪問了班中學生對創業的想法，即刻看看他們講了些什麼啦。最重要是大家很明確定到，譬如整個 tool bag 的很明確我的 purpose 是什麼，然後定到這些目標之後條路應該會簡單一點。就是創新嘛，就是我們需要有新的技術或者搞出新的就是產品，然後吸引到更多的客戶來。我覺得最重要是 funding， 因為你如果公司沒有錢的話，你請不到什麼專業人士啊，其他譬如什麼 resource 那些全部都沒有嘛，所以我覺得 funding 最重要。我覺得最重要是有夢想和他有勇氣去踏出這一步。最重要應該是個資金， Form 3 Form 2我就已經開始在想這件事，但一直都覺得我都未有第一塊錢， 我要怎樣開始呢？我認為經驗都是非常重要的，因為創業沒有說可能第一次就成功，需要累積多些經驗才會成功。我覺得最重要是思維，因為這些其實學校沒有教的嘛，但是你創業的話堅持很重要，因為知識都很重要，所以我覺得更加重要的是大家所謂的企業家思維了。